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在下的姊妹，大家晚高早。下早起，让咱三个做过来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一节。日头拄啊出来时阵，雅各经过彼得伊勒，伊的大腿就拜了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想到雅各一生上大祝福就是拜卡？这就是上帝在雅各人生中间的一个转捩点，和雅各对着强大变作软弱，然后上帝将伊带到你人生中间的尽头，一切所通看的拢总败了。这个时雅各才明白，伊需要抓掉上帝。雅各软弱了，就是蒙福的开始。雅各软弱了，伊才会当成做以色列。譬如伊勒的意思。就是我面对面见到上帝，生命犹原会当保全。咱有真侪人信主几多年，因想讲因真刚强，因也非常的有办法，将来就无人有法度甲伊打败。领袖上惊的，就是无法度自我约束。当人无法度来约束伊的时阵，就是失败的开始。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感觉咱家己有软弱的。因为咱人的身躯健康有限制，咱的温素才华嘛有限，但是当人若认为伊啥物拢总唔惊，啥物拢总会当做的时阵，无人有法度管伊，安尼才是真正可怕的开始。咱做新罗的，真侪时阵，咱拢想讲，我若做头家，我就会当安怎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捌想过，当你真正做头家的时阵，你才知影啥物叫做头疼。什么叫做需要来？什么叫做管理？所以，咱对着雅各的成就，咱恳求主的灵帮助着咱。为什么上帝要让雅各经历到这？可以当知道，一生中间拢在练，打过来也学习吧。今仔日，咱嘛常常在练，想讲咱如何多练，咱的太先生，咱的太太，咱的囡仔，咱的财富，咱的健康。但是，今仔日主爱学，咱嘛学习。完完全全的交托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做伙来努力吧，请咱来祈祷，主来到你面前，参照雅各一生，也就是阮家己的一生，阮恳求你，予阮还阁健全的时阵，阮就会当醒悟，阮需要抓掉的是你，毋是世上上间所有一切，愿你帮助着阮，会当坚信伫你家己施恩的宝座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